越选越大尾啊，越选越肥。那要买吗？有有有，两只都超大的，一只那个鱼竿也是长腰尾，然后一只那个，然后哦，这一场的真的更大只更漂亮。心动。今天散客好像都没什么，看的人比较多，可以挑的很开心。这鱼也超漂亮。对啊。Thank you.
哎，大的看吧，大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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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啊，给他来。啊，没钱了。大。好贵啊，够咸鱼啊。大。上。我给他吃满清味哟。自己删。他同时还在哪？还中。他也是装备齐全啊！我刚刚跟他讲，跟他聊。7.3的尾鱼，5.2的安娜号。超棒！这一场只有他在挑，很赞，那种感觉很爽，你知道吗？吧。我刚刚在挑，已经第一场我自己在挑已经很爽了。然后这一场，因为这一场鱼更大只啊，更多更大只哦。我想说，这大概是全场最大的啦。嗯，一直在那边看，一直在那边看。那个不是那个。那黄鳍尾。对啊。好，35.3。
刚刚那桌上里面好像也混了一条。哦，我已经不能再看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看，你要那么快啊？一样的。第三场还没进来哦。还没，看起来。各位。哎，是进来啊。是进来吧？没有，那个是之前第二场。哎，这个人是啊。